2012年第一季的中国好声音你还记得吗？简直是选秀界的天花板，全员神仙打架。本期盘点第一季十大神级盲选现场，哪位惊艳到你了？第十位，矜持。我不愿再放纵，九位，金志文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，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，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，像你说过吴莫愁。第七位，丁丁。张伟。秘密爱，就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阻挡了。